总不能一直在抖。Hello， 大家好，我是如哥。那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我觉得是很艰难的任务啊，对，就是我在前阵子有在 IG 上面，然后也有在那个社群平台有公布说要带毕业生上五岭完成一个青春不留白的活动。对，那这一次呢，总共召集的大概接近20个人，我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棒的体验跟回忆。对，那也希望就是这趟旅程可以大家都能够平安。然后骑车注意安全，好不好 ？OK， 那我们真的就准备出发了。可以不要骚扰人家吗？我觉得你会再被延上哦。大家我会是热狗。好，这个我们成员之一浪人造型，好不好？我超爱如哥。吹捧。我们这一团唯一的情侣档。安全第一，小心第一啊。OK 啊、哦，好啊，我们那就出发。我这一次活动呢，我排的是3天2夜，对，就是把时间线拉长一点，那相对来讲大家就有更充裕的时间休息啊，因为毕竟这种长途骑车的，说实在的，危险成分是还蛮高的。对，我很注重安全这一块哦，所以我在出发前都有跟他们讲过，大家所有人就是以安全为优先啊，那会由波火带队，然后我就是负责殿后，所以说你再怎么样辣队还是什么的，都会有人陪着你，就我跟小姑会负责殿后。这天气真的是太热了，你知道吗？那我们现在呢有12台车，就是我们从高雄一路这样集合，然后慢慢北上，沿途就是有点收集宝可梦的概念了、啊。哇，各位看这个天气，等等有可能会下大雨。What the fuck， 下雨了？哦 ，Oh shit， 这雨会痛哎、欸！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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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完了完了，我也没法穿。雨衣穿起来了，各位。OK， 各位，我们经历了千辛万苦啊，骑了多久？6个小时，7个小时，7个小时，对，总算到了这个南投的埔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大家在等确认。你看我们这么多台车，今天最让我难忘的吧，应该是那场暴雨。啊，我现在。我现在身体是全湿的，对，而且我的鞋子也是，你看我的袜子，哎呦喂！啊，你们两个先猜拳，选楼层啊，也有楼层问题嘛。猜一杯，一杯决胜负，好不好？双人房先出来。剪刀石头布，二楼。二楼，好 ，OK。哎，那你们三楼。好。好 ，OK。有没有人想要睡双人房？好啦，就女生啦，好不好？让女生优先啦，好不好 ？OK 吗？其他男生有意见吗？这个菜有点可怕哦。我们举杯庆祝一下，庆祝我被延上，谢谢。好啦，我跟你讲，谢谢你们哦，谢谢你们，谢谢大哥，对不起。可以小卡片。哎呦，这种东西我一定是当下马上买。哇，你知道吗？就像过年的时候，那个长辈发红包的时候，我一拿到直接才干才两百。没有没有了。看一下。哦，满满的哦。谁写的？这谁？他都没有写给我那么多字，我跟你讲真的。这你写的字啊？哎、欸，很漂亮哎、欸！我写字的那个也是国小的，我的也蛮像的。Hello， 宇哥，不知道你看到这卡片的时候正在干嘛？正在。啊！但我觉得我们已经有一个美好的回忆了。话说，我真的没想到有一天能跟自己的偶像一起出去玩，而且还是3天2夜。嗯，真的让宇哥破防，真的不好意思。我
我在青菜肉圆肚。你这个不用哇。我念到名字的有没有？就来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就领个衣服。大家要认识嘛，总是要认识一下的啊，不然那么尬，对不对？你看，像刚刚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一开始这么安静。吴文宇哦，啊，就是你啊、哦！哎、欸，来来来，小可爱，小可爱，自我介绍一下。今年20岁。讲话大声一点。今年20岁，然后是男子人。男子，住在男子，20岁，好 ，OK， 大家记得他哦。吴又仪。又一，你好，你好，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吴又一。你要让他们听到。我叫吴又一，我是市立大理高中毕业。市立大理高中。市立的大理高中。哦。然后我是太平人。太平人。台中太平人。哦，台中太平人。我昨天被一个陈毅外劳撞。陈毅犬哦，还是玉犬？玉泉吗？啊，彪虎哥，这个他大器晚成，大家不要看他现在这样子哦，大器晚成哦。OK， 今年几岁？今年22岁。22岁，22岁是五专毕业？没有，我今年休学了，但是我考上警专，而且读警专了。哦、恭喜恭喜，未来的警察。如果下次看到我，记得手下留情。OK， 肯定开爆，开爆啊！好 ，OK， 没问题。来，恭喜你，恭喜你，谢谢。陈伯龙，哟，伯龙，睡觉哥。哎，枕头哥才对。哎，自我介绍一下。我从，你不是应该打呼吗？我从。好 ，OK， 谢谢，谢谢你的介绍。谢谢，谢谢。OK， 来吧，那接下来是萧凯文，今年凯文，今年18岁，雄工，哎呦，从雄工毕业的，然后骑的车是进站，一台小破车。好 ，OK， 谢谢你，进站哥，进站哥，谢谢你，谢谢你。来，庄佩婷。这个绰号已经想好了，女鬼。大家看她眼睛，写轮眼。好，你好，自我介绍，谢谢自我介绍。我叫庄佩晴，今年19岁，没有读大学。好，拜拜。石慧华，所以很滑吗？很滑，很滑，很滑。不要。对，叫请问叫什么名字？石慧华。哎，我很好奇，这到底是真的本名吗？真的本名啊。意不意外？开不开心？有声哥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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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今年18岁，今年18岁，旭光高中毕业的。我将来要读国防大学、啊。哦，可以可以，你也适合当军官。对，毕业就是军官。好，恭喜你，谢谢，謝謝加油。再来，我们下一个好朋友是林少宇。哎、欸，你好啊，哎、欸，等一下，哎呦哎呦，来来来，哎呦，哎、欸，你哥啊你，你过来啊，快点啊。郑博宇。哎、欸，浪哥你好啊！我们这一团里面头发最长的，谢谢，谢谢，你好，来吧，今年几岁？18岁，18岁。那么我毕业于这个海清工商啊，高雄市立海清工商。海清工商，哎呦，我之前的第一志愿，可惜考不上。我也是，所以我选的是夜间部。哦，我连夜间部的功力都考不上。没有夜间部不用考，我不用考啊，报名就有，是不是？好，谢谢你，谢谢你。赖玉竹是吗？你也是台中人，中部的。我是他邻居。哦，你们住隔壁就对了。傅奇，傅奇在哪里？啊，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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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几岁？今年22岁，然后是亚洲大学毕业。啊，有女朋友吗？有女朋友。啊，女朋友怎么没有一起来？因为她现在是已经要当社畜了，所以她就帮我报名这样，希望。哦，是她帮你报名的、哦。对，然后希望我可以代替她来这样。好，恭喜你，恭喜你，谢谢，谢谢，谢谢你来。苏伯成。欸、你好，你好，哎、欸，这个真的厉害了。这件是我频道最一开始刚做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件衣服是我乱出的，真的那时候是乱出的。我没有下单耶，所以有买的代表真的是死忠粉。谢谢你，真的很�谢谢你。明天流程我再讲一次，就是7点吃早餐，8点准时出发，没有任何问题哦。对于流程都 OK。好，那就原地解散。好不好？要聊天的聊天，要休息的休息。OK， 今天骑的是山路，真的比较危险一点。昨天我们从高雄出发的，我们有经过一些山路，我有感觉到有些人可能对于山路比较熟悉的，有些人是非常不熟悉的，都没有关系。骑慢的、弱队的，我们还会有人带。你不要因为前面的车离你越来越远，你就觉得压力很大，想要硬追。不用，你就把速度放慢，会有人跟着你们。OK 哦，不要赶哦，大家都不要赶。
可以齁。好，就大概这样，他等一下就准备出发了，安全第一。好，着装吧。小姑去捡的，你看小姑，我们两个来猜猜输的人吃，哎，我觉得不错，哎，我觉得不错，不错，公平吧，公平吧，来，我当裁判，啊，我出剪刀哦，哎，你有没有办法把我公主抱了？我有办法，你也出，我把公主抱我，当然当然可以，小姑，确定吗？好，可以，不要撞到头。我会害怕，你不要害怕。你怎么一直在抖？他兴奋啊！小姑有一个独门绝技，嗯，狮吼功，他会学狗叫。你超级白痴，你们土狗。哈哈哈哈哈！知道你要干嘛？周慧明，是我请你吃晚餐。那有点，很稳呢。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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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操！哎，算算算！哎呦！快把它录起来！先让他们上去，这样比较好看呢。真的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把它，它是不是要煮？好会烤哦，太会烤了！这个越黑代表我越爱你们。来来来来，哎，本来会抽到拿过来，来来来，感觉你很喜欢吃这个。什么东西都可以，怎么会这样啊？谁毛都会吃热的啊！有，今晚就诞生了。热的是变三色豆里面那个绿。对啊。哎呀，毛豆不就吃那种？敢不敢呐？不要再算了，没关系。哈哈哈哈其实，在出发前呢，就有一个团员妹妹跟我说：“卢哥，我妈妈很担心这一趟旅程，因为哪有人会举办这么佛心的活动，吃住什么都全包，还带大家出去玩。”那我想告诉各位的是呢，真正该说感谢的人其实是我，对，因为有你们的支持与肯定，我才有动力继续创作影片。所以说呢，我由衷的感谢你们，我也爱你们。对，那这是我第一次举办这样子的活动，我很努力想要照顾到每一个伙伴，对，我也很努力的，就是希望你们能够玩得开心，然后很尽兴。对，如果说呢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我也很诚挚的跟你们说对不起，好不好？那再来呢，这段话是想要送给所有毕业生的。对，就是毕业呢并不代表离别哦，也代表着人生旅途一个新的开始啊。你会接触到更多的人事物，
还有很多的挑战等着你去完成。对，那如果我呢，我会继续扮演好我的角色，对，就是、我会更加努力的创作出很多轻松有趣的影片。生活忙碌之余呢，看一下我的影片放松一下，我觉得也还不错吧。对，我会尽力的把我的快乐渲染给观看我影片的所有观众。对，就是谢谢你们。那在不久的将来呢，我还会继续举办这样子的活动，陪着更多的年轻人、学生完成你们的人生清单。OK， 感谢各位，圆满。OK， 那就谢谢五哥，谢谢五哥，不，好了，玩得开心哈。刚刚差点碾到我们这一团的一个妹妹呢，硬要挤呢。哎，你知不知道你刚刚差点碾到我们的一个女生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一个女生差点被碾到，你知道吗？我们就来车门在以和啊，上个礼拜以和啊，就是认识啊。哎，开这么大的车这样逼车呢？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